不是中国人吗？<笑>你怎么知道？<笑>你是非洲人吗？<笑>哎，这一下就把肤色就锁定了。对呀。啊。是，是非洲人。<笑>那你要不要问他是男是女啊？也许你弟弟来了呢。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<笑>你这基本上被我操纵了。要是男的就可能是好弟，要是女的就可能是玛利亚。非洲有男有女哦，有男有女。好多朋友来了。哎，好弟带着玛利亚来了。是吗？那有可能。来第四个问题。你是歌手吗？不是。不是歌手，最后一个问题。你多大了？你多大的年龄？二十七岁。我老婆。到底是不是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打开三号房间。惩罚器准备！啊！天哪，宝贝儿们，哇！来来来，你看谁来了？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哦哟哟！她是好哥的妻子珍妮，是为好哥默默付出的好女人。一首《现在的爱》就是好歌对珍妮表达的浓浓爱意。你的眼神依然温柔，走上前路布满荆棘，只要有你。 I promise I love you alone, baby, baby, baby。 此次他带着两个宝贝做客《你看谁来了》，好歌将怎样招架，又将爆料哪些他们夫妻之间的趣事？来，抱抱抱，找妈妈去，找妈妈。不，不用。来，抱抱，找妈妈。哎呦，哎呀，看来人家还是认识。啊，这个是，这位是阿姨是吧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帮忙哈。哎呀，哎呀，宝宝太可。哎呦，又要爸爸！天哪！啊，就要爸爸，说明好哥在家还是经常抱孩子的。对呀。嗯。你能听懂中文吗？一点点。哎呀！哎呦，天哪！哎呀，这太就得爸爸抱。对，你在家里边妈妈都不行啊。微信这么高啊！就像这么玩。啊。来，让妈妈抱一会儿。妈妈有。妈妈也不行。哎呀！哎呀！这太给好哥长脸了，这事儿弄的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不光是好哥，还是个好爸爸。是呀，太可爱了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大的，快三年了。哦，快三年了。啊，那个小宝宝就是两岁多是吗？他是一岁八个月。哦，一岁八个月。这两个不是双胞胎吗？不是，这个八个月。哦，这个八个月，这个一岁八个月。我天哪！好哥，你是不是挨得也太紧了？你这玩意儿。啊，两个小伙子。对。天哪！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大姐哈，嗯，你在好哥家里边帮忙是吧？对。你原来知道他是唱歌的吗？嗯，不知道，进去到一刹那才看见，因为在电视上看见过他唱歌。在电视上看到过。对。那他平时对你好不好？特别好。特别好吗？对对。他有没有发脾气的时候？这个没有干好，这个没有干好。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从来没有。对。他会不会把他不穿的衣服给你呢？我也穿不了。我也穿不了。对，他会不会给你发红包呢？会。哦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大姐啊。请问，你觉得他们俩的感情怎么样？夫妻两个人的特别好。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？反正特别和睦温馨的，我也特别羡慕。他们会不会经常说，哦，
好爱你呀、啊，好好爱你呀、啊。不会会还是不会？有时反正有时候会，有时候还反正感觉对他们俩感情反正都特别好，是吧？对。你在他们家这个干的特别满意吗？满意。对他有没有意见？你给我提，我是他哥。没有啊。对，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出来。没要求。没有啊，感觉自己特满足。特满足。对。哎呦！哦，就是他跟他，他就得跟他。哦，他俩都得挨着。哦，就是他。哎呦天哪！我现在明白了，他根本不是跟着好哥，他是要跟着他哥。我们让小宝宝先休息一会儿，好不好？